欢迎你来到乐朵的 YouTube channel。 大家好呀，我是乐朵，今天教大家如何背人。影片开始之前可以点赞和订阅我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影片最大的动力。首先点击菜单，点击角色编辑道具编辑，点击摆拍模式，把动画速度调成零。接下来跟女主对话，点击对话，选择抱起的同时点击对话，大家可以试多几次，乐朵也是第二次才成功的。然后点击角色编辑，点击其他，选择第95的动作。把动画速度调成零，往下滑，在角色位置往后移，往下移，接着点击机甲，往旁边移。这里就请自行观看，调整好角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最后把男主的动画速度调成回一，来看看效果吧。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收看。It's good,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, I can show you my love here.